屏东是一个我将来会想要再继续前往，然后算进化或者是调整自己身心灵的地方。它带给我很大的能量跟很大的对一个大自然的全新的感受。所以呢，我很希望自己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到屏东或是台南拍戏。那当然也很希望接下来有想要拍戏的朋友，也欢迎来屏东还有台南拍戏。所以呢，我很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去屏东拍戏，可以去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如果有想要来拍戏的话，我也很推荐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屏东拍戏。